今天这几位，他们居然要隐退了。来，第三位，欢迎。哇哇哇！是干嘛？这个？这个写真集？不是，他的衣服是放到洗脱烘里面，然后拿出来穿，变成这个样子。不然怎么会这样？其实本来这一节是在这里。对呀、啊，它是裙子。对的，所以各位，什么东西？这张照片我们只是告诉你，就是说洗衣服要小心，对，小心小心。善前洗衣机，是是是，来欢迎，欢迎许文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许文安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是给康哥的啊，哇，然后这是立冬哥的。然后丰田哥的，谢谢，不一样，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觉得你应该比较喜欢这种。你怎么了解我？你看封面不一样，啊，怎么好意思啊？然后这是你们的两个封面，双封面是不是？对，双封面。你们三个不要抢哦，不累啊，我们会不累。哇塞，双封面。对。哇塞，厉害厉害，双封面哇。但是内容是一样的啦。嗯。哦，你这本堪称厉害。对，因为这本是我最后一本了。难怪，因为这本我们是没有办法翻给你看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翻给你看，我怕你罩不住。对，太刺激哇！这个写真集是让我们充写真集。充写，充写。所以说你这一本，就是你自己设定是最后一本。对。所以你就要给大家好看，就对。就是大家看到一定会。就是睡觉的时候会很舒服哦，对，就是但可能要多买几本，因为你知道双封面的意思，就怕你一本会用到，然后会翻不了。用到，对，怎么那么贴心？好了解，潮湿啊，因为最近都在下雨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容易粘住，对，我打不开。嗯，那所以说这一本，你都完全讲求自然。不修图，对，就是肚子很大，然后就让他肚子大。没有哦，有肚子大的吗？有啦，因为我以前有，就是你稍微肉肉的。可是我跟你讲，这几年流行肉感的女人，对，这个是加分的啦。是吗？卡巴了，没有，就是我觉得现在不用要求到，因为以前女艺人就可能要，我一定要很瘦很瘦。但现在没有，反而有点肉感，是自然自然，反而是一种性感，是不同的不同的美。哎，你们那边是读书会是吗？没有在默默的在看啊，他不是在访问，没有，我们还有照片啊，来来来，什么好意思？Oh my god，就是同一套。对，像因为正常肚子都是在推进去，然后我就跟摄影师说没关系，就帮我原本的样子。嗯，对哦。很 real 的一个小肚肚哦，嗯，这小肚肚抱起来哦，为什么你看起来特别兴奋？可开心了哦，哎呦，哦，哇，厉害，好有诚意。那你这一次的场地哦，选在宜兰、台南，为什么会选在这里？因为其实宜兰是因为我自己是宜兰人，嗯，对，所以我想说最后一次写真，当然就是在宜兰的美要让大家看到，肥水不落外人田。对。然后台南是因为我觉得台湾其实很少那种古色古香的地方，然后保存到很久的那种地方几乎都在台南，什么一些民宿啊，什么老教室啊，中南部比较多，气氛有那种台湾的味道的地方。对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疫情没办法出国，不是疫情没办法出国，所以说刚刚大肚子在台南拍的，对，刚吃完，吃太饱，就在台南拍的。来，我们看看他三张他推荐的。哦，海边哦，这是在台南，台南，台南的海边，台南嘛，台南，台南海边也是美的哈，也是漂亮的。我跟你讲，那边的蚵仔煎，哇，超好吃，竟然是讲蚵仔煎，汉滨古堡那边超好吃，牛肉汤、虾卷哦，哎，对呀，豆花哦，牛肉汤，来来，下一张过了，哎呦，哦，这个青春洋溢哦，这个 S 型哈，好厉害厉害，算你狠，算你狠。会不会不小心遇到同学什么的？对啊，同学就躲在那台车里。这个这张照片有很有意义哎。哦，什么意义？就是因为你看这个姿势，就是我觉得男生晚上喜欢，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可以看，然后就觉得这种姿势应该是他可以幻想的姿势，所以就故意拍了像这种姿势这样。哦，对，很贴心呐。对，就是为男友现场可以摆一下这个 pose， 可以招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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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们就是近距离看一下这怎么摆。我需要一个人给我当。一个男朋友，男朋友，来来来，我当男朋友可以吗？好，那康哥你要站在这里，这不是，就是我要有一个框的感觉，框，对，我要有一个框的感觉，没有，我们只是框，这样，
那请问康哥站的意义是灯光师，灯光师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当柱子，然后看的人是你，灯光师。对对对。不要乱走，再下一张。啊哟，这个 size 是买对吗？确定。这个这一张曾经出现在一个卡通啊。无敌铁金刚，哦，买一面不是小美，小美人鱼吗？也木兰号，哦，木兰号，什么？哇，木兰飞在，这很危险。对啊，你这个一动会不会就会死？这很容易走光嘛。嗯，但是好像就是男生都喜欢这种的泳衣的感觉。算你狠，真的厉害。那为什么就是这次当做最后一个作品？因为我就是想要在30岁以前，想要找一个人，然后结婚生小孩。对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对象啊，但是我就是想要找一个人可以结婚生小孩。觉得身边很多人都有就是对象，然后又很幸福，所以我觉得男生大部分都还是会 care 就是自己的女朋友或者另一半会拍这种东西。所以就想说，在找到这个人以前，快点把它拍完，然后就不出了。哦，对。但是现在还没找到。那喜欢怎么样的？喜欢有一点肉肉的，然后幽默。完全针对你，对啊，冲着你来的，什么意思？而且他肚子小肚肚好，好厉害，好可爱，他的肚子很可爱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乌龟阿贝。哦，喜欢你也因为你也喜欢比较自然的，对，体态，所以不喜欢壮的吗？比如说，不喜欢像他们这样子年轻的那种，对啊，小鲜肉的那种，太嫩了。哎、欸，怎么迟疑了嘞？真的假喜欢的？我觉得他的感觉比较震惊，比较不会那么幽默，因为我觉得幽默很重要，毕竟要走一辈子。哦，对，所以幽默很重要，生活才有情趣。对啊。厉害厉害，太棒了啊！嗯，但最后一集我们啊，这非常惋惜。对啊，因为想说这一集尺度已经那么大，如果再一集的话，我的老天爷，那就是我们的福利了，就冲上天了，赚到了。好，来，请坐，谢谢。